没地方住了，来前妻这里。不知道能不能收我？对呀，密码也错了。你回来了。想着。 能不能到你这里借宿一下？嗯，那晚上来住。那不是你帮我房租交了吗？然后交到到期的，我也没地方住了，就是也身上也没钱，就是想着能不能住一下？我也不白住，我给你，你去家里面搞搞卫生，做做饭啥的，收拾收拾。我们家不太方便。 不方便啊。嗯。那我走了，我不打扰你了。不知如何开口讲，我常来而去的小巷回头望。你去。都没地方住啊？真没地方住啊？ 你确定你是恶作剧？不是恶作剧，我房租都没钱交，还是你帮我交的，我也没地方住。那你联系吧。要换鞋吗？嗯，这是也挺脏的。那你就这个吧。啊，这个。 就是你晚上的睡觉的地方。行，睡床我也可以，有地方住就行。也挺暖的哈。没问题，反正男的住宿又不挑，只要风吹不到雨淋不到就行了，也没啥讲究的。啊，闲的时候我去帮你搞搞卫生，给你做做家务，给你烧烧饭，做做菜。然后。那怎么关系变了？变了那种，怎么这么？ 体贴善良了，还要主动做家务，下个卫生，下个雨，那我晚上就睡这呗。好，来一床被子。行。风吹不到雨，没到，盖一个给你温暖的小被子。谢谢。 吃饭没呢？哎，我晚上我来烧一点，做一点吧。